有啊。下吧。你在干嘛？跳。好像没有录到什么哎、欸。没录到还是？没录到你转太多，你就已经开始直着滑了。我就开始直着滑了。对啊。没差。那个时候碰到各种地形的各种变化，还是看得出自己的身体重心有没有什么问题。要录你的吗？好像很跳。我刚看到你在那里，然后飞起来，我就跳，我就让它飞啊，飞啊，飞啊！我觉得我们再做一次这个四人缆车，然后我要拍那个，我坐左边。哦，你要拍？还是我们两个都坐左边？不，你坐左边也可以，我坐右边。没关系，你要拍那个雕像是不是？对。好，你拍。四人缆车。就觉得他很好笑，他突然在我旁边是怎样？Thank you.
准备好，他就在旁边。随时就要准备好。跳成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做的，快速冲冲姿势不行，我会摔死。其实也可以。不行，我会摔死。真的可以。那我飞出去怎么办？你要张开翅膀。好了，而且录完那一段，嗯，就可以做这个。那不，哦，就凿子吧。罩子的。嗯。我们本来就是要做那个罩子的，回家用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我会先滑到网子旁边，再往上，对吧？哦，你要用你的手机吗？刚刚就忘了。没有啊。不过这个距离应该还好。好啊。用我的就可以了。搞不好我的有那个好处，就是它不会对焦。干嘛一直说我的有问题？不是问题，是 iPhone 真的很爱照。对对对对。以前速度是慢到，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夜滑那个雪道一定不好。慢啊！我们以前的速度很慢，啊、慢到我们那些不管地上有任何有的没的鬼，我们都不觉得。我们不可能跳起来，因为速度很慢。哪有？我在那个二四组就差点要去撞贝斯，那时候就是夜滑，然后很快，那是我们已经很快的时候了。但是我都快要去撞贝斯了，我停不下来。我说的夜滑是说以前我们，例如说 Cortina 试着要夜滑一次，哦、好冷、哦，我坐上去两个人就说好冷哦，回去了、啊、不滑了，太冷了。就想练习，但是我们速度又很慢。我那时候还觉得我自己在做大玩的，但是其实很慢吧。就是这样一整天的摧残，一定是哦，你说被大家刮的、哦，对啊，不行啊。今天是礼拜五，所以你要冲去跑，还是我也冲去洗？我就跟你说，要不要一起去？这样一来，我也可以知道不同的意思。对啊，我就是想，你不是也想知道？就是，但其实应该都长一样吧。知不知道？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对称型的，长一模一样。我的重点是，万一人很多的话，那我就要收回来了。应该说，我们看拖鞋，我们一起去，然后看拖鞋的数量就知道了。如果很多人就算了，就不要洗了，因为我也怕我抢不到那个水龙头。抢不到，很珍贵、欸，拜托，其他水龙头看起来都很可怕，哦，黑黑的，应该都温泉弄的吧？哦，都黑黑的啊。然后有一开始很呆，我去洗那个，要一直按着，然后按的频率有够高的，超麻烦的。后来发现镜子就知道，镜子上有写说有啊，我后来也不会自动关哦，请要自己关起来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后来我才看到啊。对啊。
的是什么啊？绕什么绕啊？你不是要拍我吗？是啊。那你在干嘛？我要下去啊。快下去啊！你要讲话我就停下，或者你要干对，也可以，好，那就好。那还要做吗？那就不要了。还是你为了够本再做？不要，回家，好等啊。我怎么觉得可以？可以，就是这条路。对啊，就是这条路。我会不会不够高？对不对？
你刚那样回我，还有觉得我是搞错吗？哎呦喂，好痛哦！对啊，掉下来好痛哦！我就走不了。没办法啦，我没办法，卡住了。硬着，好，没有车，没有车才比较恐怖哎、欸，没有车，好，平常那台车不见了，啊？对，不见了。我都这样子一路刹车呢。哎，我刹不住哎，猫猫。可以耶。我。没有办法，它箭很高，没办法。啊？它箭很高。太高了。对。滑不进去了。对。我现在连踩上去都有困难，太高了。你还帮我推屁股吗？现在是说，我一脚过得了，我另外一脚上不来。我觉得把板子脱掉好像比较快、欸。对啊。我听到我的骨头有一个声音，你可以帮我把板子脱掉吗？我按不到。可以递给我吗？可以啊，我先过去了。没有，我一脚还穿着哎、欸。啊！哎呦，小心有没有打到？拍谁？没有没有。哎呦，这样看起来要积了20公分哦。这很难的、啊。真要命的、啊。哎呦，他又刮到了啦！刮到什么？刮到我的鞋板，咔咔一声。你是要冲上来？不要，没办法、啊，昨天还可以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意思就是说，已经这至少有20-30公分呢、欸，怎么会这么重、啊？Thank you.
哼。不知道，好像有路过哎、欸。好像有路过哦，来的时候。日山是什么啊？我的帽子。翻出去呢？翻出来了！我、哦、靠，好多、哦！全都是呢。开不掉吗？没有啊，我已经都倒出来了。那你等我一下。铃铛的声音。啊，我刚买的那个交通安全系统哎。原来如此。